回去。我的粉丝说，他说让我跟你们一起玩，他说不需要我带。他说我太，他说不需要我，他们很厉害的。走吧。那你就再带我们一把。再带你们一把，再带你们一把。OK， 再。好的，你在虎牙的安德那个是多少啊？是张老三。刚才我进去之后，他们说不需要我带，我也很服了。张老三是吗？他说可能你觉得我会输。你都是晚上直播吗？对，我晚上直播，是的，我晚上直播。那就是随便了。看赢局，随便打，我要混百里了，我要。你们都知道随便打就赢了，哇，你们很聪明啊，说实话。你知道我的称号吧？反正有主播我们就躺赢就好了，我要练英雄了。输了我不负责的，先说一下，我输了我不负责的。没事，我们只是娱乐局，娱乐局输不了，无所谓。有我在的话，确实很难输。我混英雄混着的好，我练一练。那我打中单吧，你们去打野吧，我就不打野了，好吧，让你们去打野。叫三楼拿个小明牵着你就好了，跟着你就可以了。小明平地跟你也很猛。我其实无所谓了，你想野你想玩什么都可以，不一定要玩小明了，玩你想玩的。你有没有什么想玩的英雄？他没有，没有想玩的英雄，你想赢是吧？对啊，想赢的话就选这个，跟着我吧。那我给予你想要的，没有问题 ，no problem 的。好的，再给大家抽一个最好用的皮肤，一玉五粮啊，兄弟们，一毛钱上电视，这个是亮的最好用的皮肤。直播吗？是的，我在直播，你要过来看我吗？我在虎牙。你抖音上有没有长、啊？有，某音也有视频的，你可以关注一下。我现在虎牙，你可以过来看一下，因为我还真没有刷过你孤陋寡闻了。你没刷过我的话，那确实是你平时玩手机的时间应该非常少吧？对的，对吧？你平时可能就玩一会儿会儿，刷不到我也很正常，因为我是比较红的。我不是小主播，我是比较火的。没说过。还剩五秒，所以我才说孤陋寡闻啊！是的，没关系。现在的话，我可以告诉你我的真实身份，好吧？全球第一貂蝉。好的。现在你应该就知道了，全球第一。我们跟你说上电视台节目了，我跟你说，人家是过来带我们的。我不是过来专门我就是过来专门带你的。对，我看到你们这个队伍的话是需要我的，需要，很需要。你有老婆吗？王者荣耀，敌军还有五秒到达战场，我们是混子啊。你有老婆吗？我有。没有老婆啊？我有。他离了，他这个声音不像啊。我有。他老婆跟他的兄弟跑了。这样的，那我一个东西送给你，兄弟。那个绿帽子我就不要了。你不要了，我这个是专业的，把帽子戴上的话可能会操作更 beautiful。我这个可是专业绿帽啊。哎呦，我发现了这他妈的！我直接把你的蓝 buff 给征收了，有没有问题？没问题，你拿吧。Okay, thank you, let's go。真是了他的蓝 buff， 俺们要去干点事。星光化作翅膀，长久闪烁。死不了的，没事的。哇，我去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他们这两兄弟。
真爱之路，从你可以上，这猴子死了。弼马温就是弼马温。小小弼马温真是可笑之极啊！你要红 buff 吗？不要不要，快打快打快打，他来了！来了来了！哎，我操，他技能又好了。走吧，算了，我给他技能没好。闪现了，这个打草惊蛇。等一下啊，不动，敌不动，我不动。OK， 你有干扰吗？没有，我知道的。看我表演啊！看我表演。你走，你走，你走，你走。我跟你说，我为什么是全球第一貂蝉？因为我所有的防御打伤害都能躲掉。嗯，是的，很溜。坦途。我操！我这个马卡巴罗，你要蓝吗？我不要蓝，貂蝉的话，一个高手是不需要蓝的。马卡巴，下边很低的。Thank you。他妈的，动不动要越塔吗？我这狗东西，死 ！No problem。这游戏体验在哪里？来来来，小野，这把马可波罗上线，把他直接落了，直接越了，别动啊！他一露头，他就没了，看我表演啊！直接二三不交易的口诀，二三一，嘿嘿，二三不交易，锤子二三不交易，出来。把这个线给你留着。不用啊，不用给我留着，我上路把你的线全部给没收了。你有干扰吗，姐姐？我刚刚用掉了。哦，用掉了是吧 ？OK OK OK。对。精灵保护消失，炮车出击。你们快点放弃！你为什么要吹牛逼，兄弟？我没搞明白，你为什么要吹这个牛逼？你看到没有？他们要放弃了，你知道吗？他们为什么要放弃？人一定是不能轻言放弃的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他们已经没东西打了。面对一个强大的对手。弼马温是吧？妲己宝宝是吧？妲己宝宝是吧？放过你！哎呦，你在玩，你在搞摸逼呀！溜了溜了，溜溜溜！他在搞摸逼呀！我永远不要，我永远不要碰到你这样子的对手。你在我对面的话，我一定会堵着你杀的，小野。快点去救一下貂蝉！需要救我吗？耶，你洗他啦！我送了我星光化作翅膀。这里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看我们赢得太轻松，必须给他贡献一个。俺明白了，杜尔龙。嗯，我来了，弄到杜尔龙。这个弼马温应该是不敢动的。把他的蓝 buff 给他偷了吧。
你们是哪里人啊，小姨？福建。福建，福建哪里的？尾乡。尾什么？尾乡啊？尾乡。回乡。尾山。哦，尾山哦，大红袍啊，我知道了。对对对。那你问你有大红袍吗？多的跟米一样啊。多的跟米一样。多了跟米一样啊。可以。哇，现在大红袍都这么牛逼吗？就多了跟米一样。六六六。没有啊，他就是只有金哥啊。当时来自一个忘了。万事不过美嗯、我怎么也有很多武夷山的，你有男朋友吗？是吗？嗯，我的男朋友全部是武夷山的，我好多男朋友了呢，死不了，看到没有，不会卖他的。哎呀，你多少岁啊，小姨？你猜呀、啊？你这么多男朋友的话，那你年纪应该不是特别年轻，因为你有那么多男朋友。可多了呢。这么多男朋友啊？你们四个是一起的吗？对呀、啊。那他们三个跟你应该关系也挺好的吧？点歌嘛，哇靠，这狂点吓老子一跳，跟个耗子一样的，直接蹦一下就钻出去了，跟大黑耗子一样的。遇到了没有？遇到了。这个马可巴罗转，你转什么子呀大哥？看我表演，我这么可以二打五了，我你们不开玩笑，我这么可以真的可以二打五。可以的，你三把都可以二打五的。看会，对，基本就。唐可以一波了。一波，我欢迎这种卡都不给我。哇，简直居然被换了，我笑了。换那还不换？怎么说？继续打还是换车呀、啊，兄弟们？马上结束了，这把游戏就。什么鬼？就这样子就死了？好灵啊，真的好快。太快了。他游戏最快，也都不能快哦。哎呀！我就没了。叮！不是我顶塔吗？我顶啊！不要点，不要点！不要点呗，这兄弟还要越泉水，你别说，别点呗。哦，结束，结束。这把有五点多了。杀疯了，杀疯了，杀疯了，兄弟们，杀疯了。我就说我今晚可以上王者嘛。